City. I really want to win. 全靠我。阿雄昨天电影好看吗？没有，最后昨天没去看电影，昨天就逛逛街就回家，但是买了一个抽奖的礼物，蓝牙喇叭，不是礼物啊，抽奖的奖品应该这样讲。昨天 cover 有料，还可以吧，很可爱，蜡笔小新。这是因为抽到花生酱吗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哎。 看抽奖的那个集聚在哪里吧。今天要抽奖，在想可能五月吧，五六月吧。 CS2 有机会搬到瓦屯吗？没有啊，CS2 又没有改什么，没什么好那个，没什么好超越。因为 CS2 其实根本没有改什么东西，但也不是说变成一款新游戏，它就只是怎么讲，有点像。 大改版，风之谷变成新风之谷那种感觉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没办法，还是一款死人 skin 游戏啊。阿贤玩瓦花2000多买现金，那你会很盘吗？阿贤说不如直接开打，我觉得可以买那个刀吧，蝴蝶刀，毕竟你 CS 又买不起 ，AKM4 那个 skin 就不用了，聘好高、哦。 玩不了。97聘，打不了了。97聘，打不了了。嘟嘟嘟。 操你妈的队友，还被我烫死是怎样啊？白烂啊你！今天有开箱环节吗？破产了，都要跳了还开箱，妈的嘞！不可能再开箱了，破产。3月份靠 CS 开箱赚了1亿美金还是台币？ 美金吧，不可能是台币吧？肯定是美金的吧？1亿美元，经典。哇！差一枪，差一枪头，嘿嘿，差一枪头啊！啊，你要买 P 还是 P3？ 我看土星不是有一把 P3 要卖40万吗？ P3 40万，然后讲我不知道 P3 40万，然后讲我不知道P1P2P3差在哪。阿贤疯狗没枪，这一周遇到这么要开的吗？鬼子光怎么偷懒？超级掰啊！你有问题，鬼子自己去问他。好羡慕阿贤下一箱是手套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再相信，怎么挖矿理论？哇，你妈的坟墓！ 好羡慕阿贤都可以拿到去卖，实现财富自由。根本没有刀，我的刀也就这一把。M4S 油枪超赞 ，M4S 有油枪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台湾人超爱狗士特，台湾人也蛮喜欢的。讲真的，确实，上面女人突然的油枪哦，你说。 哔哔哔！主播，你昨天有买到X1吗？我买两把，一把拿来抽奖，因为他一个账号只能买一把。没到。
我办了两个账号去买，然后他们的人还打电话来问我说为什么买两把，所以下次不可以这样子，我被骂了。买两把还会被骂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资料全部都同一个人啊，我两个名字都是吴冠贤啊，啊两个账号啊，就说哎、欸，你怎么买两把呢？我们是不希望有人这样子啦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的。他说就算你要买两把，另外一个账号还用别人的名字，我就说好，抱歉。CS 十年老玩家没特权，不是我没特权，是我不够红而已。今天如果是用苏冠宪的名字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我只能说，只能怪我自己。先把正向来，哎呦，这谈论逻辑不开来，有本事动动比别人，反观自己，本身就很想死，那也没办法。当罗杰说他开台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结果他一开台有一万人看，而我们是努力开台，却只有一百人看。你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我也很想死啊！谁不想死？阿贤黄金可以一晚涨了20000人民币，晚看20000是多少？428，所以他现在总价是80000，是不是？每天看到就不稀奇了，只有开一次大家才珍惜。你说的是以后一个礼拜只开两天，那要有人气没人气，你不开谁屌你？那、欸、你不会不要看啊？又没逼你看，操你妈的嘞！你不看你滚啊！操鸡巴，隔壁那么多台他妈的在开，你不会他妈去隔壁台看啊？你看的吗？拿刀是逼你的吗？你看你滚啊！我死的。哎呦！定干了！I really want to lose.I really want to win. I really want to win. 全靠我。刷刷。主播，感觉耳机用起来怎么样？很好用啊，但是很臭，可能要妹子戴才会香香的。曙光啊，前面可不用哪牌的，可以介绍一下吗？骑士牌，再牌一把，爆片就不打。受不了，一百拼怎么打？一百拼就算了，还遇到这种白痴，真是不爽。阿贤 Viper V2 Pro 想换 DA V3 Pro， 有推荐换吗？可以，打手枪。如果打一发你不能解决，就打两发。因为我也是从 V2 换 V3 啊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看你喜欢哪一种手感吧。那个 V3 是比较像人体工学，右手专用的。可是 V2 的话，感觉是比较对称一点。虽然说它也不是完全对称，但它是比较对称一点。看你喜欢哪一种。